话要把这个谎报恶搞老夫妻的人找出来接受法律制裁。东森公安林中正新北市报道。好，快看先赢，距离一年一度的中元节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，现在各大卖场的促销大战都已经提前开打了。不仅有业者推出10块钱撒扣的饮料下杀到4.1元的超大优惠，另外还有业者挑战要连续230个小时都不打烊，要抢每年大约20%左右的营业额商机。而今天为了炒热气氛，还出现了这位另类的王彩华前来跳 Bobby， 不过这个华却是华裔娇的华。山贼版王彩华大跳 Bobby 舞，大男生反串，不但肉感十足，喜感更是100%。促销中元节活动，5倍5 Bobby， 现场拜手礼大放送。王彩华拜得不够，寡杯寡三次都共估。拜三次。手气美孙，民众却是可以大抢后康，业者请农民香蕉、木瓜、芒果都有惊喜价，10元饮料更是下杀，每瓶只要4.1元。现场泡冰箱只要10块钱，最后加码20，香了。第一家业者也拼了，食品类商品下杀到破盘，还要挑战9天半不打烊。将近一个礼拜啊，我们24小时不打烊服务，我们第二波大概会连续不打烊230个小时，也是业界创纪录。摆脱塑化剂阴影，零售业者搭上父亲节、情人节、中元节三大节日，要抢每年约20%的营业额商机。东森新闻黄一鸣、陈明胜、黄慧婷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